上去的时候，他看我们眼神，对，很真诚，你好厉害哦。事情，你怎么有像怪老子的感觉？你不觉得有像 energy 吗？都跟你说说放手，不要再听你的借口。困难困难，精灵困难。你再拿下面，小心我会倒哦。你要敲？不会吧？你要敲？你有朋友在里面吗？因为下面几乎是快要掏空了，下面是完全不能再动。哇！动动脑，交交好朋友。是，今天的朋友有从很远来的地方哦。是的，红队是来自桃园的中埔国小，同学们个个多才多艺，充满活力，准备在今天好好大显身手。哎，听说他们有特殊才艺，这个才艺是我们节目没有人有过的。对。对不对？这太妙，是什么社团？告诉大家，独轮车，独轮车。那你可以帮我们秀一下吗？你们都来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就是这个。哎，来来，欢迎独轮车。哇，好酷哦！觉得这个要上都已经很难了吧？哎哥，而且这很重哎。这是谁的？哦，两位女孩的，欢迎中埔国小带来的独轮车。哇塞！哇！对。掌声鼓励！这个难在哪里啊？我觉得这个连上去都很难吧？这样学会上去要多久的时间？大概半。平衡好的话，就扶着墙，然后扶着栏杆，一天就可以学会。那如果手要放开了，要多久？手要放开大概半年左右。手放开半年？不是，那命不够长的学不会。你看，可爱的。哦，不容易。所以像这样子要上独轮车的话，一天就可以。可是当你要不能扶的话，可能要半年以上才能上去。谢谢你们，太厉害了，谢谢你们。来，请回座。好，紧接下来是我们蓝队的同学。蓝队是来自高雄的广兴国小，从美浓远道而来，热情洋溢的他们将用客家努力拼搏的精神克服万难。从美浓来哦，所以今天早上在楼下的游览车就是你们的。对，哇，你们的这个是你们的班服吗？校服，这上面是什么风景啊？蓝的。那你们都会说客家话吗？会。那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可以，好不好？预备备，一二三，来！大家好，奶奶嘿，恭敬的小六年中班的同学，奶奶嘿，高雄闽南的客家人。我们是好高好的是蓝烟，欢迎大家来美浓了。冠军，听得懂吗？你们好，我们是来自高雄美浓的广兴国小六年中班的同学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说我们美浓有很多客家文化，然后还有包括染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希望大家来这里玩，是不是？哎呀！哎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文化真的好好保存。对，而且你们蓝染也是你们那边非常有名的。我以前有做过，那个做出来衣服真的是独一无二。而且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，不会重复的，因为绑的方法可能不一样。很漂亮。然后时间长短也弄不足的不一样，这样。对。OK， 欢迎你们。欢迎。决战冒险王赛制说明：赢得关卡的队伍即可参加戳戳乐，累积奖金；获得较高奖金的队伍获胜。到底谁可以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学金呢？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关卡 ，Go！原子小金刚翻翻牌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全员出动，记住16宫格中的牌组，并将相同的牌连续翻出，一人一次，只能翻一张，较快完成的队伍获胜。原子小金刚翻翻牌，哇哦！红队先攻。是的，等一下呢，有很多原子小金刚的动作，我们大家来好好看一下，20秒的时间。是的，预备，仔细看哦。
开始。20秒。我们有比叶的，有出幼犬的，还有起飞的，还有惊讶的。OK， 还有双手，这个叫做扶胸的，总共有6个表情。时间到，帮我请转身。谢谢。好的。好 ，OK， 请转身。原子小金刚翻翻牌，红队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Ready，Go！ 相对应的哦，相对应的哦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哦，比叶的小金刚。比叶的小金刚。地在哪里呢？那翻出比叶的在哪里？哎呀，这个是火箭腿。好。陈亮，加油！嘉欣的同学刚翻哪一个？惊讶的啊，丽杰，大字卡，没关系，稳稳的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上泽，上泽，好耶，恭喜，恭喜，对应到了，接下来第二个表情，第二个表情，第二个表情，哦，火箭升空的，火箭升空。成功在哪里？好啊，好啊，恭喜！冰狗，冰狗要进入状况了。陈样，加油！第三个表情，第三个动作。哎呦，打拳的出拳。好，出右拳。嗯，小金刚出右拳。出右拳，小金刚。冰狗。很好。第四个表情，第四个动作。好，现在一右拳出来喽。哦。现在惊讶的。哦，惊恐惊讶的小金刚。加油，雨桐，加油。惊恐，很好，好的。接下来第五个表情，越来越顺手喽。哦，飞天，飞天的，飞天天，陈亮加油，很好，恭喜啊！最后一个，最后一组喽，丽姐，好，侧踢的，侧踢，来另外一个侧踢在哪里呢？侧踢，报按铃哦，记得按铃，好，按铃。成绩公布。你多高啊？168。有吗？有啊。你说你多少？168。168比他高，你往这170。167.9。167.9。你167.9。可是你看起来比他高啊。我171差不多来。171你讲得出口？你鞋才穿那么高。你好高，你是篮球队吗？在学校？学校没有篮球队。没有篮球队。哎呦，那你有在运动吗？有。什么运动？篮球，篮球。我到底问了什么？请问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问了什么？成绩公布，1分51秒。感觉他没有很满意，他刚跳完之后，他就没有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，可是后面都很 OK 啊。你们之前大约会多久时间？一分钟，不知道几秒。哦，一分多。不过也是不错了啊。嗯，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蓝队表现喽。欢迎。好，那我们的蓝队登场啦。好，我们给你们看20秒的时间，要记住我们原子小金刚的动作啊。对哦。1、2、3，计时开始。20秒钟，努力的记，把所有的动作放到你的脑海里。有很多表情哦，有飞天的，有惊讶的，有比叶的，有一还有字卡，字卡就不算喽。时间好逼哦。好的，请转身。好，刚同学转身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依依不舍的表情。好，请转身。1分51秒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准备好了没？好。欢迎。速度很快哦，比叶的，叶的，叶叶叶叶叶叶的原子小金刚，右旋，好的开始 ，good， 目前10秒，第三棒哦，圆润，哦，出拳的原子小金刚，右拳出右拳，右拳小金刚，两军，两军想想看哦，哦是飞天的，没关系，至少知道飞天在这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好，胸威。
加油！触拳的在哪里？哦，找到了触拳的。哎呦，厉害哦！好，第一棒再回到第一棒了。陈宇，哦，有点惊讶的。惊讶的小金刚，惊讶小金刚。右旋，很好。哎呦，很厉害哦！直接配对成功，已经三组喽。接下来第四个动作，元瑞来看看他犯的是谁。哦，侧踢的。侧踢。亮君侧踢，亮君侧踢在哪里？亮君侧踢在哪里？亮君，亮君，好，飞天的，哎，哎 ，no， 来，好，要记得，要记得哦，炫威，侧踢的，恭喜找到，恭喜，好，再回到第一棒，来，哦，飞天的，刚刚好像出现过，刚有开到飞天喽，有选加油，哎，不是，很好。加油 ，Mary， 飞天的在哪里呢？来，恭喜，很好，最后一个，崔德龙亮君，帅，好，选为最后一个了，到底能不能够？刚刚好像有出现，很好，去哪里？好，恭喜，哎呦，成绩非常的接近，刚刚是一分五十一嘛，对不对？接近的，挺接近的，表情，表情。来，表情，我看，笑一个，笑一个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成绩公布，1分44秒，恭喜蓝妞获胜，好可爱，7秒而已，好可爱，他刚看到这个，然后就一直傻笑，好可爱哦，忍不住的笑意，恭喜蓝队获胜，耶，请他一位同学出来凑凑乐，我们请位同学出来凑凑乐好不好？炫威来选一个吧，我们现在里面呢，总共有4个2500。6个2000，6个1500，对，奖学金来，搓，请搓，好，拿出来，搓搓乐，开心，来，我们来这里，你想多少？2000，公布，2000，就是2000，哎，他想2000，就是2000，不开心，中间就好，恭喜蓝队同学获得我们第一个关卡的优胜，OK，马上进行下一关卡 ，Go。超级猜猜王游戏规则说明：每队各派三名代表，轮流摆放瓶子，摆出瓶子与题目互相对应时即可得分，得分较高的队伍获胜。超级猜猜王，哇，这个是在网络上非常红的一个游戏，是我们搬上荧幕来了，是让同学来好好玩了。这边呢，总共有7个不同颜色的瓶子，然后呢，相对应的同学这边也有7个不同颜色的瓶子，是相对应到一样的颜色就得一分，有信心吗？有。OK， 好，第一棒呢由我们红队先喽。OK，Ready Go， 错，下一棒，错，下一棒，心理姐姐，错，下一棒，好好玩哦。不要怕，错，下一棒，要记得哦，错，下一棒，错，下一棒，还没有人得分哦，回来地板，错，下一棒，错，下一棒。错，烦到下一棒，烦到错，下一棒，上车加油，记一下，记一下，错，下一棒，最好记得起来啊，错，下一棒，bingo， 可以再一个，错，下一棒。下一棒，好想提示 ，bingo， 错，下一棒，心理姐姐说 ，bingo， 好的好，，bingo， 哇，加油，加油，哇，你是神了，你快要变神了。错，下一棒，2-2哦，现在 ，bingo， 哎呦，开心了哦，追啊 ，bingo， 追，哎，这游
刚放完这个以后，他心里就想说，得了得了，失误了。慢慢的，恭喜。可是我老实说，前面真的就是。真的就是前面太难，哎呦，不错，好玩啊！哎呦，那我们来看看这里七瓶，红队刚刚拿到了五瓶，蓝队拿到了两瓶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，我们是累进的。好 ，OK， 下一 round go。Round two， 燕君哥哥上场，还有我们新的同学。其实前面前三次应该不大用劲，因为记了也忘记，但是第四五关之后就要开始记了，好不好？后面就会一路畅通，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好，请开始。加油！错。加油！错。加油！加油！哎呀！哈哈哈！错。高兴要加油，可以先拿一袋瓶瓶的。错，感觉都不用。前面真的有点难。错，错，全部等，全部拿一大堆饮料都塞进去。错，对，错啊！拿一大堆饮料都塞进去。错。可能我这样排过去了，你应该怪事对不对？对，恭喜，对，继续。错。你可以先拿一瓶颜料，我从一个地方灌就好。错。心里。错。心里。先拿，先拿一瓶颜料，我先灌。我从这边排到这边来了，你每一块都是对不对？每一个都是，每一个都六次。然后刚刚他帮我 check 一下，这边也不对，那就不对，那就这边了啊。下一个错，对，错，好难哦，全部都靠我。错，错，对，对了，下一个，对，对，我看你的眼睛，你眼睛不一样，长得不一样，你看得到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他上次三点的时候还在想说，哦，后面同学可以开始记了，就他把他全部，而且你知道他的眼睛都感，他每次在放上去的时候，他看我的眼神很像那一种，就是那个在看主人，就是有没有东西给他，是那种，对，很真诚，就很想跟他讲说，不好意思，错了。你好厉害哦，他刚刚拼完几分？四分，对不对？哇，现在目前两边平手了，所以是七分跟七分，七分跟七分，恭喜两位平手。各派一位都给出来测测啦，各派一位，好不好？我们蓝红。其他请回位。剪刀石头布，一剪刀石头布。啊，你要先还是后？先。好，那你先做。先学。2500，2500，2500，2500，加油加油加油！2500，2500，2500，2500！哎，你看他的搓，你看他的那个手。在这里。来，请。他好犹豫哦。好 ，OK。当然啦，我们从高雄来的，当然要拿多点奖金回家，对。请搓。我们来到前面这里。好，那我们红队先好了。红队来，你先开。多少钱呢？2500有没有？2000元。来，来，给你开。恭喜获得2000啊，1500元。好，现在不错，是3500对上2000。好，都不小心，不错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马上立下一张卡，走。文字方程式游戏规则说明，两队轮流进攻，运用选与答的两种方式，从16宫格中找出三组成语，答对较多成语的队伍获胜。文字方程式，待会呢，你只要看到一个字呢，就开始有什么旁敲侧击一下，可以猜到底是什么字，就直接猜了，好不好？对。那我们先从红队开始，请问红队选几号？十号，马上来。有没有字？没有呢，没有字。蓝队同学，请问要选几号？
角。我要选四号。四号。四号有没有轮字呢？恭喜有。一，来想想看，一什么什么什么，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一？请问红队要选还是要答？不要答。答什么？大同小异。大同小异。所以应该是往这边嘛。这边。大同小异。没有。恭喜。没有。没有，但是这个成语是不是很不错哦？继续猜哦。接下来换蓝队同学，我要答。答什么？异想天开，异想天开，或是这边，对 ，no， 哦，这些呢还有什么意哦？不错哦，你们厉害，红队要选还是要打？这两队还有什么？我要选，选几号？11号，来，英语哥哥来，有没有 ？nine， 好，来，我们的蓝队同学要选，要打，我要打，打什么？刻苦耐劳，刻苦耐劳。所以应该是这边。刻苦耐劳，恭喜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刻苦耐劳。来，红队，请问要选还是要答？我要答。答什么？无可奈何。无可奈何。没有。没有。来，这边。蓝队要选还是要答？我要选。选什么？九号。九号。姐姐。没有。没有哦，所以这边是没有。红队要选，这边紫的也没有，还是要答呢？我要选，选几号？五号，五号，好，请问姐姐，应该也是没有，哎呦有，哎呦凉，凉，所以应该是在这边，因为我们现在的成语应该是在这边，还有这边，还有这边，凉什么什么什么？好，蓝队同学要选还是要答？我要选，选几号？不是凉肉。13号，应该是没有。哎呦，红队，请问要选还是要打？我要打。打什么？异口同声。异口同声，来看看有没有。异口同声。恭喜恭喜，又是异口同声。答对。俚语呢，注口一词，意见相同。比如说，老师问到一个简单的问题。全班的同学异口同声的说了出来。哦，来，请记得换到蓝队，要选还是要答？我要答。答什么？良药苦口。良药苦口，应该是这个啦。恭喜。就是良药苦口。良药苦口，比喻谏言多不顺耳，但有助于人。比如说呢，我这一番话呢，虽然很刺耳，但是。都像良药苦口一样，都是为你好。对，良药苦口。来，紧接着红队要选还是要答？我要答。答什么？刻苦耐劳。刻苦耐劳。刻苦耐劳。不是。刚蓝队已经猜过刻苦耐劳。没有刻苦耐劳，没有刻意的。我要选。选什么？14号。14号。应该也是没有。红队，请问要选还是要答？我要选，选几号？一号。一号。他就有，应该没有。来，蓝队，要选要选几号？二号。二号。这就应该有。完了完了，没有，红队要失智了。想想看，要选还是要打？红队同学，什么苦耐什么？我要。你们打打什么？再讲一遍，刻苦耐劳。刻苦耐劳，讲一遍啦。还写什么？刻苦耐劳刚刚讲过了，不是刻苦耐劳。随便掰一个，好，五。想想看。随便掰一个。4 3 2我要打。打什么？吃苦耐劳。吃苦耐劳。猜一个啦。不太懂。就是吃苦耐劳。就是自己都不相信，你把蓝队的希望给拿走了，蓝队多希望你翻呐，对不对？吃苦耐劳是什么意思呢？比喻经得起痛苦，耐得住劳累。比方说，只要能吃苦耐劳，持之以恒呢，将来必定能有一番作为哦。恭喜我们红队，现在目前获得两分。蓝队的一题。Round 2，刚刚红队呢答对两题，蓝队答对一题，继续往前追，好吧？我们是累进的哦。好，好，那蓝队先攻。要选几号呢？我要选7号。7号，来看看有没有字。有没有字？有。加，想想看有什么加？红队，请问要选还是要答？
换人站中间。选，我要选。选几号？14号。不是。好，换我们的蓝队同学，我要选还是要打？我要选，选几号？10号，10号，马上来。斜线有没有可能？没有。红队，请问要选还是要打？13号。我要选。选几号？13号。13号。哎呦，他们哎，咦？想想看，我要选，要选是要打？我打，我要选。选几号？6号。6号。好，马，红队要选还是要打？我要打。打什么？大快朵颐。大快朵颐。大快朵颐。1、2，恭喜答对。就是大快朵颐。来啊！比喻呢，饱食愉快的样子。比如说呢？妈妈煮了满桌的好菜，我又可以大快朵颐一番。或者是哇，今天录超级总动员嘞，我又可以大快朵颐一番了。对，就每次来录影的时候都一直吃东西。好，恭喜红队再获胜。但是我发现有很多字出来喽，蓝队应该有感觉喽。快马加什么？请问要选还是要答？我要答。答什么？快马加鞭。快马加鞭有没有？恭喜答对。就是快马加。就是快上加快，嗯，比方说月底是要交货了，全体员工呢只好赶快快马加鞭的赶工啦。快马跑已经在跑了，还是在加鞭？快上加快，快马加鞭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有什么可能。这边大什么什么什么，这边有大什么什么加什么什么，或什么鞭什么什么，哦，很多可能性哎。来，红队要选还是要打？我要打。打什么？大同小异。大同小异。恭喜。没有。想想看哦。蓝队同学，请问要选还是要打？我要打。打什么？大吉大利。大吉大利。祝我新年。Happy New Year。没有。对，请问要什么？我要选。选什么？4号。4号。哎呦。都选4号，哇，你很大胆的。真的哦，我也觉得哦。你怎么不选其他的呢？陈，大喜碗大什么什么陈，或者是陈边什么什么。蓝队的同学，请问要选还是要打？我要打。打什么？大功告成。大功告成。恭喜，大功告成啦！什么意思呢？比喻这个艰巨伟大的工程或事业完成了。比如说，我们本来以为啊，永远也完成不了这个工作，可是没想到居然大功告成了。嗯，很艰难的任务，一起把它完成了，大功告成。是，恭喜蓝队答对。公布一下分数，目前呢，哇塞，太厉害了，3-3，赞成平手。两队请派一位同学出来出出乐，你们今天好多平手，你这程度相当了。给你们拍一下，下右手来。小石头碰碰，好。上次你为什么有杀气啊？他边走边过来，笑死好，边走边在捡到石头。上次 Kenny， 请抽。好的，我们来到中间台。我们来中间。谁先开？好，我这边先开好了。好，恭喜可以获得1500元。那累计起来是5000元。好，红队来看看多少钱。目前是2000。多少？多少？多少？2500。4500元。所以两队现在只差500哦。哎呦！哎呦！非常厉害哦。紧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用最掌声来欢迎我们的蓝队同学，带来很厉害的乌克丽丽。掌声欢迎！Thank you.
且他们除了尤克里里还有响板，对，哇塞，很多乐器这样结合在一起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弄乌克丽那个整个很舒服的感觉，就是哇，很chill。好想去他们学校附近走走的感觉。对，顺便吃一下他们的美浓板条。OK， 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马上进入下一关卡。超级金头脑游戏规则说明：根据题目回答问题，答对题数多的队伍获胜。志愿星哥哥为什么在我身边呢？哈哈，他去准备他的造型的。至于他的造型是什么呢？从我们的题目中好像可以感觉得到哦。来看看我们第一题的题目是什么？日本江户时代开始出现特殊身份忍者，请问忍者的衣服不应该出现什么颜色呢 ？A. 蓝色 ，B. 紫色 ，C. 黑色。忍者的衣服不应该出现什么颜色？欢迎我们的郭彦均上场。撞到了啦！撞到了！吹着空调，你把我家撞歪了！撞到了！你们不要再逼他了，郭彦均，我真谁说？郭彦均，你不是让蛋上开完刀？对，没错。而且冠军，你的头发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怎么有像怪老子的感觉？你不觉得有点像 Energy 吗？都跟你说什么放手，不要再逼你的借口。困难，困难，精明困难。好，忍者不能够出现什么样子的颜色？是蓝色还是黑色还是紫色？哎，但是你身上又有蓝色，又有紫色，又有黑色。对，我其实我这一套是忍者出完任务之后要去泡温泉的衣服。我不经意穿来了，对啊，而且你的头发到底是什么创意？这个是那个死亡笔记本那一套。你的头发就是静电太多，然后整个竖起来这样子。对，你好棒哦、喔！来，应该都有答案喽。然后三请分答案，一二三。答案是 B， 红队答案是为什么觉得是紫色？书上好像有看过。蓝队答案是 A， 蓝色为什么？我们看成了应该。啊什么？应该出现什么颜色？哦，你觉得应该出现什么颜色？我们看错。不是不应该出现什么颜色？对，答案是不应该。正确答案就是黑色。怎么会是黑色嘞？哎呀，不应该出现黑色。其实你们知道吗？这个忍者接受忍术的训练呢，从事间谍活动。为了容易隐匿于星空之中，所以呢，常常会穿上这个深蓝或者是深紫色的颜色的衣服。撞到我了啦！但是电视上的人，哎，走开啦！电视上忍者的角色，他都穿纯黑色的衣服，其实是被误解的，你穿错了啦！哇，完全遮住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就是我们通常看到忍者都是穿黑色，其实是被误解。他们为了隐匿于星空之中，哦，要常常飞来飞去嘛，是，所以就是星空都是，比如说深蓝或深紫。原来是这样子的，规矩你这是误解，大误解。你可以穿这个从头到尾跟我们陪路吗？可以啊，没有问题啊，没有问题。因为我可能就换一装，我要换装，因为下一题不知道出什么题。你这造型好棒。听说今天有歌集啦。歌集。下一题，老师请出题。古人热爱画竹，请问下列哪个成语典故跟苏轼有关呢 ？A. 青梅竹马 ，B. 势如破竹 ，C. 胸有成竹。古人热爱画竹，我来看看他们画，哇，超美的，对不对？哇塞！长得高就是有用哎，不能再高了。热爱画竹哦，那请问哪个成语的典故跟苏轼有关呢？是青梅竹马，还是势如破竹，还是胸有成竹？左三，请让大家摆一二三。红队答案是 B， 势如破竹。为什么是势如破竹？感觉 A 比较不可能啊。哦，青梅竹马比较不可能。C 的话。所以你这种猜的，就是把它删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蓝队答案是 C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呢？是删除法。删除法怎么删？怎么删？第一个不太可能，青梅竹马太俏皮。那势如破竹为什么不是？因为就感觉苏轼是比较安静的。
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哪一个？正确答案就是胸有成竹。恭喜蓝队！恭喜恭喜！你们知道吗？这个苏轼啊，有个表兄弟叫做文同，他非常非常会画竹。那这文同就曾经跟苏轼说，想要画好这个竹子呢，胸中呢必须先有竹子的完整形象，然后呢心手相应，才能把这个竹子呢画得生动，然后他的神韵呢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啊。那这段话呢，最后就被这个苏轼写下来了。因此，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由这演变而来的。哦，就先有他的印象，然后再心手相印画出来。下一题，老师请出题。电脑键盘和打字机键盘英文排列是一样的，请问为什么字母是乱序排列的呢 ？A. 让使用者打慢一点。B. 发明人对英文字母的喜好。C. 依照圣经使徒名字的排列。其实这一题我以前也觉得，为什么它不是这样 A B C D？ 我常常就是找半天，是想一想哦。为什么呢？我要三，请让大家打一二三。红队答案是 C， 依照圣经使徒名字的排列。为什么觉得是这个答案？因为打字通常都会。哦 ，B 太离谱，英文发明人对英文字母的喜好哦，而且打字通常都要求快，应该不会是 A。我们这边答案也是 C， 为什么呢？一样是三区法，哦，不可能会打慢吧？然后文字的喜好没什么关系。哎，真的没想过这问题，答案是 A， 让使用者打慢一点，想不到吧？对不对？通常我们都想说打字要求快，甚至我们还在学校会考试说，比如说一分钟可以打几个字这样子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键盘上的英文字母看起来排得很随性，其实呢，就是为了让这个使用者打慢一点点，为了避免打字机的这个字母卡住。因为以前呢，最早的时候是用打字机。那在这个1873年呢，这个克里斯多福呢发明了这个打字机，但是打字机它是机械的哦，利用杠杆原理。你们有没有看过打字机？就比如打出去之后会有个字母在下面，它会有一个。长长的钢条啪打出去，然后印在那个纸上，它是用杠杆原理连在一起。那如果常用两个字母太接近了，哎，它会互相碰撞，然后就卡住。所以呢，才有这个现在比较特殊的排列顺序，就是让你不要打太快，你太快它的杠杆来不及，然后啊打结。哦，因为以前那个打字机那条铁很长，对对对，然后呢，它这边很多的字母，对对对，它从这里然后抛到那里印到。你打的时候，它会这样子啪，对啪。那如果你太快，砰砰砰砰就来不及，会卡，打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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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原来是这个原因，了解了吗？所以以前的因为打字机的键盘跟现在电脑键盘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，对。哦，所以以前是不要让人家打太快，对，不像我们现在啪啪啪啪啪啪，对对对，电子化就不一样，对，很有趣耶。接下来下一题，老师请出题。美国医师为了防止打嗝，请问竟然发明了什么东西呢 ？A. 特殊吸管。哎呦。B. 无糖口香糖。哎呦。C. 医疗级护颈。哎呦。感觉都还蛮厉害的。为了防止打嗝，发明了什么东西呢？特殊的吸管。无糖的口香糖。无糖的口香糖，还是医疗级的护颈？以前有说打嗝，说我突然人家打嗝突然哇。吓一跳！打嗝要问说吃饱了没？对，请让答案板一二三。我对答案是 A， 特殊吸管。为什么觉得是特殊吸管？因为好像在书上面看过为什么会打嗝，所以应该就想是吸管就把空气吸进去，然后应该经过某一种东西就不会让打嗝。哦，你有讲我没懂，但是没关系，你讲得很厉害，很好。好，这边答案是 B， 无糖口香糖。为什么觉得是无糖口香糖？因为打嗝出来会变泡泡，变泡泡，变泡泡。哦，空气把它变成泡泡就对了。哦，好哟，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什么？答案就是特殊吸管。恭喜红队！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。特殊吸管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美国神经外科医师赛菲，为了帮助人们控制打嗝呢，他发明了一个，就是外观看起来呢，就像是一根 L 型的这个吸管。有没有看到？它属于呢能强制吸入和吞咽的工具哦。一端是吸嘴，那另外一端呢，它接的是压力阀。当饱受打嗝所苦的人呢，他们会用这支特殊的吸管的时候呢，他要
比使用一般吸管喝水呢还要花上四倍的力气，就等于困难四倍就对了。他额外投入了这个力气呢，就能控制他的横膈膜，借此达到停止打嗝的效果。哦，就是他比较难吸啦，对。嗯，如果说有打嗝习惯的朋友啊，或者是有这个问题的朋友，哎，搞不好来研究一下这个。是，很好。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答对的题数。红队答对一题，蓝队答对一题，又平手。好，你们怎么一直平手？好，那我们一起来抽抽乐吧。好，来。好。剑刀石头布，好，先攻后攻，先选，好，先选，好，请来，很好，来，红队给你，请抽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到中间，好，走吧，换我们先开，好，换蓝队先，蓝队现在目前奖金呢是5000元，你帮我拿一点，好，恭喜再获得1500。6500元，来看看蓝队，蓝队目前是4500，来看看你们现在抽到多少，多少多少，再加1500，6000，好，一样的还是500的距离，对，最后一关非常重要，谁赢谁是今天的赢家，没错，好不好？马上进下一关卡 ，Go。方程大作战游戏规则说明，每回合各派一名代表轮流进行叠叠乐挑战，率先倒他的队伍淘汰。方程大作战这个关卡了，谁赢谁就是今天的赢家。没错，因为只差500而已。没有错，绝对只有一个赢家。对，不可能两个人同时倒。没错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有谁先呢？红队先攻。红队先攻。雨桐来，请出列。有请第一棒雨桐。轻松。哎呦，他感觉一下哦，先摸一下。哎，其实也可以啊。看哪一边比较稳。小心哦，你我们现在走的每一段路、每一条路。都是我们之后也会遇到的，很好 ，pass， 好，蓝队，蓝队，棒，哎呦，中岛那边，很好，轻棒哦，红队，哎呦，大家有点赶时间哦，哇，轻棒，轻棒哦，有点，这个比较晃哦，为什么这个感觉比较晃？这个只剩一个红的了。好，换蓝队同学。你们急着要回美浓哦。哇，你直接拿下面，你不要让人家有路走就对了。这么敢？你也拿旁边，不拿中间。哇，我都流汗了。哇塞！你们想赶回家吃晚餐就对了哈。现在才第四棒而已。哇哇哇哇哇！拿不出来。轻轻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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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怎么觉得这么轻松？天哪，又来！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，各位，快不行了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放好放。烂队同学，完了！哇，你再拿下面，小心哦，会倒哦。你要敲？不会吧？你要敲？你有朋友在里面吗？啊！会晃哦，会晃哦，要小心哦。如果很晃，你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下下，再开始要你们的那个。哇，我觉得这个红色还是黄色、绿色的柱子。这个单个这个单柱的红色上面应该没办法再移，再移的话很容易就倒。哇塞，他拿基底，你们真的赶时间。哇，你这拿完之后，红队就不知道拿哪一个了，因为下面几乎是快要掏空了，下面是完全不能再动。刚刚他拿太低了，应该拿在上面一点点的，而且因为这次好像重量比较重一点，所以他左右晃的摆度会比较大一点点。这感觉出来，两队真的玩出感情来了，真的呢，真的。好，恭喜红队，期盼一位同学出来出车了。现在目前红队的奖学金呢是来到6000元，6000元来，6000。好。看来我们今天冠军应该就是我们的红队同学了啊！6000再加上，可惜这里蓝队停留在5500。对，哦好，蓝队来看看，恭喜再加上2000元，恭喜红队得到8000元奖学金，恭喜蓝队可得到我们基本的奖品。各位同学，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超级总动员。